不要加我好姑娘嘛哈！哎呀，手工刀就麻烦搞出的。呀，哎呀，才没事是不是？大帅，不是为了大帅，兄弟，给到水里了。单眼皮变双眼皮了，跟戴假睫毛嘞，跟我抛媚眼。小乖乖，你吃苦饼后可能欠吧，欠欠米，欠穿衣，啊，我哋老来开始，主题啊，会唱诵聊天串，你欠米打扮全部聊天串，即将节目。香哈，没吃过香是地咧，这个熬的，熬的。专门哈，讲到哈，伏羲天哈，骑马跳哈，熬死就无硬币啊，熬冇结果的啦。但是后来上国有，何不将这个狗枪哈，跟一个平台呈现，熬过的东西贴皮来。跟大家来讨论，又系讲天窗烟，要现前烟来检查烟来熬味，吼熬出有一只目的，哦，潮沙豆烟啦，诶，香过一只，讲因熬冇个熬冻要熬死，苦难苦逼，系样香烟来乱起去啊，咁我买送先啦，继续按到熬出去嘅冇意思，所以熬只目的啊，针对只题目来熬。哦，提出问题又系通化问题又万问题，你冇偏啲主题，你冇问题。本来是，本来创头是要按呢个招会度个后文来嘞啦，你也是攞啲公开啦，简单嚟讲。以前只是茶壶还是酒杯里的风暴，啊，我们把它看看。煲汤嘅风暴，煲汤的最重要。你讲下你想非常流利的客位来讨论客家功夫事，哎，错，正对着平台。真要嘛，那个牛妹是真系个老母熬重点只是因为你下前多个发动，虽然同客家做，但系客家语言已经差唔多了。同客家做，系啊。所以所拍发动，咩讲客个？咩讲客？今天看到正规的客家论坛，正规啊，是讲客。今日吃烤片熬干，开干了哦。但系来熬煮啊，对不？好啊。今日啊，非常的欢喜，欢迎大家来到吃烤片，一啲啲啊熬煮，不错啊，错两错两多。哪有魔法图啊？魔法好熬啊。对，今日啊，教训啊，通俗是暂停了，哎哈。木米是做住喺度，喺啲拆锅片熬干啊吓，要上张放嘅，皮夹阿度温化嘅，翻新到创新。第二只喺啲阿度翻新嘅用熟发展，第三只方向阿度沙灰嘅公平正义。平常时是啊，但系喺啲谈论嘅事情基本上系沙灰嘅嘅。公平正义的东西，客家的语言文化的东西，你咪讲，哎，你私人在利益的问题，所以既然系安样样咯，是公开啦，公开。他这个是
了解就是讲，摸伫安尼熬诶，还有缺点就是讲有无进步吧？哦，熬个蛮快一些，哎呀，你讲我跟人讲，确实啊，材料方面，我他妈翘楚呀，翘楚你们讲。今日阿个赞同书会通过来发通，其实有社会公平制度的意思，有环境永续发展的意思，同时也有文化创新创新的意思。哦，你看通过过来，卖到阿妹哦，讲不要上票拿产的，六级通过四月几的通书哈，出来全部总通书，因为我们要通过过来啊。我喊我一把人，我就走了啊，退过来无。我们的五系因你个生态啊哈，另外看讲，五位元素的东西哈，你是仅以盘基的时间啦，系五位阶级，内容五位阶级的时间哈。另外看个啦，五位指数因啦，个老了听了，你喜欢新处，个特别五系的意思。后山的时间啦哈，你会看法子，你的天，不五系春天咯，像我啦哈。还讲咧秋天的时节啦哈，你啊个阳光开发哈，咧当浪天哦，咧你咪去讲好啦，你安那是要啊？你就应该是是按道，你啊个发哈，不是讲你做好事哦，家长嘛东西。个人学来改啦，他喏慢慢哈，他认为讲，你啊通话是，你一定要朝向哈推广生态保育，安心人家放手。理解世界哈。那个费松天生谈给他几点，那费松认真一善给他几点的意思，但是啊，听你愿意后这台，那一谈没足够的用的时间。那结果你看公园的时间，还敢意思一片拢应做，变做推翻掉做推翻位，连红楼庄里面都来讲，中央中通化，那就有体管，连慢慢的。特别热，也系壮化路皮所，也系利用个通化来做。推翻安尼壮化的因啊，还感染到通化出体总有离热东西，所以通化唔会动。通化表面就喺上中两中，看咗实实站起，因为大家啲通化皮嘢拢崩嘅，皮嘢拢斩啊，其实嘢拢歪啦，咁啊，啲东西要几等一下东西。长安夜里多呀，满树啊发开呀，噔噔噔噔噔噔，旧年过了啊，新那年来，风啊吹又何去？送啊仙台耶，四郎子娘娘嘛，我呀梦外来呀。其实今年的啦吼，后来可能是去年的过年，是一新秀了吼，差不多拍米梯拍时间了吼，如果可能。通化出现部分啦，通化那个就位问题啊，十年来嘞啦吼，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讲袂煞，但是莫讲啊吼，一定袂真差啦，讲啊，反正你多少也有人有，所以这是件贪念的事情。多见人员其实完全莫。马上认同因，又把个贴片的问题发生。哎呀，我买呀，唔好啊！伊个天黑咯，买十多一星期啊，哈，冇乜个睇。阿妈唔识熬罗上吧？哈，哎，大家真有君子。我喺脱手的时间啊，哈，脱手的时间啊，唔是讲年前。唐英讲，哎，你俩就别提起啊，哈。天都微尘啊，洞田啊，是客家庄。哦，大家看啊，唔知几时啊，唔知脱手变一万。哟，一中山过啊，乱落几时啊？客家庄啊，向洞田晒啊，冇结球啊，冇结球啊，
六甲高铁到了，哦，哎，你你还看到准备提起个客家庄了哈？是六甲的高铁东片、西片，嗯，讲唔得按到客家庄。虎肉鸡巴到了，你阿弟是新工啊？准备是我客家庄。你阿弟太专家识嘅东西哦，其实啊，爱看啊，落系为干样，蒸粿也好，面粿也好，左捞咧都工业，然后做工业东西全部调出来，转变头脑识嘅，创新用文化来带动。你要讲系，哎，你爱行爱路。这个从化区就是一块很肥的大饼，农地变什么的变来变去，哈，老百姓呢，假使你有一千平，都是你分转来两三百平了，变不然要割掉那去，几等人分按多。嘿，资本经济市场这个部分哈，都是讲对，你要讲用平衡。因为动作有上面哦，基岛我袂上班，存入六六千亿，基本投资岛房地产，上海葡国计划变多，都是买啦，又通货啦，又偏少，然后又亲戚，大家卖土地，基对了本头，基本讲了翻。大部分伊咪讲，我一条白天啊，是甲咪两百万卖落呀，你啊讲个是平六十万来是滴啦，又几多人可以抵抗这样的诱惑呢？要走偏胎般的呢，又用客位论战啊，咁样啊，即系自我学习的部分啦。我而家可以讲，稍微上摸因嚟为咗啊，即系其中嚟讲目的啦。还有讲目的是希望做得玉起来，虽然摸电视、胎摸物系修电器，跟你用 YouTube 表咯，该。像你做的安多白啊，其实是非常好，因为你关键的看得到呢。YouTube 是安逸的东西啊，不得了啊！该奥斯卡台的啊，啊哟，那什么字打一下？哎，出来了！你根本全都加肥啊！你可能慢慢就是会低调一下，安慰。哎，你的确没钱哦，爱吃的安多，爱吐本人，本人是了解慢慢呢。不然，你在你地球的那厂商，来来去去了一年，来一年了哈，差不多，每千三又该去发财了。新竹那个新竹工那件事情啊，佮当年一开始的时间，嘿，不看你都该修哦，不看你都该修的时间啊，佮用这个心情。看重要嘿，发展到最近廿几十年来的时间哦，开始给新竹文化开始三年化，开始有你秀那件事情，开始产生了青派的变化。重量比赛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请注意哈，神猪祭拜是自古以由来，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那一民庙有神猪比赛，啊，一民庙就比赛。有美黑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我们也承认，也同意，这不是问题啊。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今年就轮到了，今年轮到那台猫部了啊。小时候有参加重量比赛，有参加比赛，但是那个时候刚好修改住哈，全部是自然啊，自然的饲养，自然的长大，
它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会重到像现在重量啊一般神猪的五倍六倍这么多，而且是越来越重啊。人一般的重量超过你正常的体重啊，超过20%、30%，你就可能有健康问题啊。卫生单位要提醒你，你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副作用哦。超过20%、30%，神猪400台斤以上都超过了，都是2倍、3倍以上。那猪跟人的身体是非常相近，近到什么？近到人要发展人工心脏，要用猪来培养。所以猪跟人非常相近，但是猪没有汗腺，它不会还排汗。所以你饲养它，让它完全不能动，胖到不能动，这样对他是不是虐待？你很诚心没有错，可是他很痛苦。对呀，同父的，这个伯父他比，一家年纪一家，让现在你的屋里头他，老老呀姐姐呐，哈个就，你阿爸呀就哈个你那个哈个你呐，都推不了开一家户，你就吹条你懂。先做事，然后人民嘛，他才能来让你落房了嘛，让你开展嘛。那人民呢？人民让都给免钱不一地嘛，很多人民打起规模嘛。俺武汉有没小台柱，亲信亲戚啊。有东西俺爸都先做事，最过上。所以俺家属呢，要先住啊。该下是。打破一千斤啊，人善人好呀，会看啊。所以他们嘛，做嘛，他们修台就把门封了。耶，修台就没人重视呀。提点你注重好啊，提点你一副是阿公重要啊。我觉得现在的神猪重量比赛是一种作弊。为什么这样子讲？在奥运。比赛跑的时候，我们要跑得很快很快，可是不可以吃禁药，吃禁药就取消资格。那如果是用这么不人道的方法来养这个神猪，让它变得那么重，那个是作弊，一米也不要。都他妈比人家还得不人道啊！还敢提吗？都他妈用天天哪个是天主教，敢去他们管天煞、管家的你吗？我讲法是真严肃的事情哈。哎，唔系讲，不了解文化因，吼，各方讲讲样嘅因子类，哦，指指点点，吼。文化到打沙啦，哈，要用来分解。那个，你做主讲挑剔几多东西，因为你阿种东西挑剔，你是会废在文化，要那个高帽子啊。人类嘅捍卫一种文化，但是文化啊，其中含有极其重要嘅东西是嘅假设的，意思假设是有对错。其实文化的行为强强包含对老错，其实人类的行为还能有错的，有错有误错。咩讲爱文化是很多无可动摇莫言的事情啦，做得检讨，你才够讲的真心的啊。检讨后的进步，你提一点，提一点讲你都莫言提嘛，人类行业啦吼，你是爱可能咩嘅呢？你啊，事情系合因，一家来分享呀事情，并冇其他嘅出圈讨论呀事情。诶，你合因应该看到啲有八卦界嘅合因哦，针对呀事情就提出呀意见，系一种一家人自我分享，也认为也非常重要。然后出圈嘅问题太冇困难。文化的天做得检讨，也是非常的清楚，各样后关键词的人嚟嘅。一目就爱爱接接步，吼！一目就山穷水又尽，一目就柳暗花又明，啊！沙漠 is more, is more, 转到爱转到来比你呀你呀
改，你呀你呀想嘛改，你呀你呀做嘛改。想嘛改，你呀你呀做嘛改，你呀你呀想嘛改，你呀你呀做嘛改呀。新的东西啊，那就给讲。I love my dad 啊，我创新啊，我讲内地的行业是嘿，进口的行业偏太行的，唔系，我讲是思维条啊，你啊，我视听你啊，消费金变你啊，手机金变，明白啦？国家心态啊，你个金变，哎，你思维当然天然来进步，啊，来进步。啊，我讲你啊是。不一条很多、哦，这痛球也是见到了后个摸惯的啦。那种痛球，斩痛球都在了后个痛球上打，是坚持到了后个摸惯的。跟用逆烟，用轮的问题啦。那他要做加熟的啦。跳摆正肯肯地啊，好就听来痛球痛到痛床啊，像是痛卵哎。该也不该咩啊？该一种消极的权利，意思讲，你政府安排啊，那意思让抗议莫安排啊，你一天来，卡吹卡过，莫个政府啊莫会参与啦。第二下哦，哎，你也肯定持有钱多还能摸呢？莫个问题，其中一种问题啊咯。积极权利还能摸，你是虽然佮我金钱来讲下个啦哈，但系伊特别时间他开会先讲下啦哈，干什么你啊？我要钓你。啊对啊，你发会议单啦哈，也会有类似的问题。特别当你你发会议单总得讲下啦，就取得金钱伊嘛。等你下你发会议单总得讲下么咯？还是不行啊？为什么？那官员躺不起了，那副总躺不起了，那主席也躺不起了。佢还是没有讲，佢因为讲平啊啲客家音对负责，佢讲出啲叫做啥，系咪先嚟播嗰啲啊？当然不是啊，开玩笑，爱讲话当然爱自由啊，对唔对？今日问题出在政府，你爱非人，爱随时讲客，你随时诶要将人翻译落去补偿讲啊，你补偿谈不出合理啊？你哋系行人冇事真事啊？你那无影中不买东西不知道那是题目啊要想到啊五点几天不过看一个台面那是挑战啊是可能要想到答案能够摸摸肩卖吗？海洋蓝蓝，海大河，海响林，望到林明啊，小乖乖，小小乖乖，小乖乖。你虽小小，但乖乖，是你的冬天，乖乖，疼你的西天，乖乖，是你的南天，你乖乖，疼你的北天。你有嘞乖乖乖
唱的《新月泰》。像遐浓罗太吼，做事啊，爱吼，知道事啊。乃是凡俗，不是泡屁。爱跳脚马戏，就被吼到某天里啊！哎呦哎呀，天忙工就做到日落西呀！哎，哎吼，是梅兰来的白鸭西西。哎呦！阿扁要吹只口而飞，那些公园真还是太反对的嘞，没人来插啊！客家福建势力，俺没反对；客家天时势力，俺没反对。是公园真还是无拍起五十下下来？客家插旗是公园真还是有啥？一出步哦，锦旗上先旗的长官，因为有喊威威，所以你爱。摸衣服，基本上不一样。小鸡鸡鸡全部就爱摸皮哦。韩国你喊因不因利用，从个阿托哥都在做个东西重要。另外，你不因控制还唔低啊？他会会其实是在控制，喊因家己只单位，喊因搞唔清楚的，看出来你摸到。世界上私有。两只单位是控制其他的人，啊，得到理解了，一只是政府，一只是台企业家。现在的客委会的这个执掌做的事情，柯文春还在期待团结，但是我认为，即便在安的情况之下，轻言废之是更不智的行为。因为啊，都是群龙无首啊，我请钱请办，然后政府图利啊。没有透过一个机构，跟叫独立来啊，独立我们啊，没空来了啊。拆除了高飞党的文书，我说的可能要有神像哥嘛个警飞啦，做哥嘛个安的啦，阿飞飞又不出国啦，也是独立嘛。哦，要机构很紧，服莫停的客委会。要莫停，请到几时讲？一紧服，要莫停的，要不？很紧张，莫停，不要冲突。我们现在因为主要发了你啊，应该要把客家文化有一个单位来整合啦。因为散落在各部会里面，大家认为好像很重要，但是又没有去注意它。应该。那你们哈 VV 还冇识哈雷 fit 啦，好，确实佮做唔好。在厦门哈，哈会会孙彩哈，就在改善客家人内点不偏向台语台语啊。比如讲，要当简单讲啊，民进党安排啊，原来啊，提两个。不分气的味道，瞎子摸啊！我们有些公公啊，哈，有点传播啊，我跟了有点那边传播呀。2006年啊，哈，政府呢在办这一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没有哈？跟妈祖的活动自古以来就那么热闹，怎么需要你花钱呢？他花了1亿多，我告诉你啊，当年呐、啊，客委会全年的这个。所谓的艺文推广活动的经费啊，5000万，全年呐、啊。像我们未来文化部啊，他们不，因为已经有客委会在做，我怎么抢来都还不变呢？哪有没？你怪找您条喜欢这些不爱，无论是立委席次啊，你也官员的席次、公务员的席次，那个席次有没有哈、啊？还有签有没有喜欢这些那又那什么？莫先开始当一总统府，对，来不了。用澳国的资金带到你发展是做得了嘛？哎，可是澳国上起码用英用国语啊？随你啊。嗯，不，你不能限制。你买很多，你不能限制。按照年资少。好。年资少。但你也只因为收菜。哎呀。你要讲 ，OK 啊，欢迎啊。你讲你不能。重点在于咯，因为你很弱势，个国土。没有将长途去来到啊哈，去谈这些。你算伊肉食，因也通知你。尊重，尊重。但系唔好讲，全部银行以来，全部讲起个语言，搿就不对啦。因为
主体，主题，啊，主体来保存。好好好好
来。